潮州有哪些小吃？潮州也属于潮汕地区，潮州有很多特色小吃。那么潮州的小吃有哪些呢？一、潮州冻肉。潮州冻肉是潮州的著名特色小吃，其味鲜软滑，入口即化，肥而不腻，风味独特，是潮州地方冬令凉菜名品。二、猪脚圈。猪脚圈也是潮州的著名特色小吃之一，因其形状呈圆圈，像从猪蹄上切下来，故称猪脚圈。三、沙茶牛肉。沙茶牛肉是潮州特色小吃之一，其色泽金黄，醇香滑嫩，酱汁稠浓，具有鲜香甜辣等特点。四、腐乳饼。腐乳饼也是潮州著名特色小吃，腐乳做成的饼甜里带着特殊的香味，食之甜而不腻，柔韧清香。另外，潮州还有干炸虾枣、春饼、潮州肠粉、咸水果、鸭母碾、糯米猪等深受人们欢迎的特色产品。